山是大众路线啦哈。我们前天哦，礼拜天哦，中华传进来哈，我们有好几个都有带来的肉，能造一个大天大概上个半钟头。我们今天没有闹那么多，因为上个礼拜下雨下很多天，下山的时候都是水路啊、泥巴路啊，大家都不成人形。照壁路上帅哥。